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道蒜爆肉，大蒜切成片，里脊肉切成薄片，切好的肉放在碗中，放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放入半个鸡蛋清，放入82年料酒去腥，放入淀粉抓匀备用，碗中放一勺生抽，适量的蚝油提鲜，一勺清香米醋，少许老抽调色，少许盐鸡精调味，放一勺白糖，搅匀备用，油温七成下入肉片，小火滑熟，捞出控油，喊出我们的口号，起锅烧油，放入蒜片，小火炒香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熬至浓稠，倒入肉片，翻炒均匀出锅，好吃的蒜爆肉制作完成。感觉有食欲的给个双击，感谢大家支持。